要谢谢当时我们净空老和尚花心要把传统文化教育从汤池这么样一个好的地方有产生一个蝴蝶效应，得到我们吴前部长的支持，陈总裁一直寻寻觅觅，终于找到我们这么好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奠基变成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名山置业。在这个大武山下，我向各位报告，现在的平地森林游乐区大约就有1000多公顷，旁边有一个湖，现在已经在开挖了。这么好的一个教育中心，我们相信将来它真的是会发挥一个蝴蝶效应，会凉熟散烘自然形成的一个无形有威力的教育，一定会扎根在我们的土地上。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是一个千锤百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一个钻石，它一定会照亮很多地方。所以我们站在地方非常感谢陈总裁跟净空和尚，好，吴前部长当时能够支持在屏东奠立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屏东县民有福，深深感谢诸位大师来给我们有屏东这么宝地，建立这个好基地，谢谢你们，谢谢。